添啊！估唔到我哋有一日会坐喺呢个位度倾偈，好鬼古怪。你這個樣子很不順眼，你估我好中意啊？我都想快啲翻出去。不過咩啊？對我同阿姐冇信心啊？可能我對自己冇信心咧。咁你可唔可以諗真啲？有啲咩漏咗？你話俾我哋聽，當幫下我哋得唔得？好地，你识米咁做乜嘢？佢系个好医生嚟噶，所以我觉得佢唔应该有咁嘅下场。就好似嗰阵时 Gabriel 一样，我都觉得佢唔应该有咁嘅下场。但系唔知点解，我遇到佢会发生啲咁嘅事，然后我要睇精神科，直到我以为自己好翻啦。原来仲未完啊，仲喺个噩梦入边。虽然你问我嘅问题，我问过自己好多次噶，但我都答你唔到，因为我已经唔知边一啲系真系发生过，边一啲系我幻想出嚟。我都唔知点解我嗰晚会出咗去，我有冇出到去？唔知点解我嗰晚瞓醒，我着住套运动衫，我全部都唔知道，我唔记得啊。所以余星柏，如果最后发现真系我，咁你点啊？我点知点啊？我唔系法官。你唔记得乜嘢唔重要。你只要記得你有個好朋友叫余星柏，只要我做到嘅，佢一定會俾你有事。其實老實講，你無論正手定係反手都好咧，你都好難可以做到水平嘅。你要咁樣水平插入，然之後你咁樣行空，其實冇乜可能。除非你當冼陽係一個箭靶，然之後你射箭正中紅心咯。我哋相信係一個自制嘅機關，放咗喺書台上高，然之後用橡筋彈把飛刀出嚟。冼陽開門嘅時候觸動咗個機關，把刀從書台面發射過嚟，咁樣先會形成一個水平與橫向嘅傷痕。然後裝置因為承受唔到發射之後嘅回彈力，所以就跌咗落地下。當日我哋喺書房揾到個雜物，初頭以為係死者同兇手爭執嘅時候留低嘅痕跡，但其實就係裝置嘅部件。明显是有预谋的。安依林应该是这样想，万一冼陽不肯跟他复合的话，他都没命跟其他两人一起。
啩？你皮膚乾成咁嘅，唔係，即係車嚟買馬屎，車買龍角。你是冼阳医生？是啊，我是。直至我打开丝袋嗰一刻，我终于都找到答案。冼阳，第一眼我就被呢一个以为熟悉嘅面孔吸引住。后来我哋一次又一次咁遇上，你就好似命中注定一样，一次又一次再出现喺我面前。原来我嘅创伤后遗症一路都冇离开过，我将一个陌生人当咗系已经过咗身两年嘅董应伟。原来董应伟呢一把手术刀一直都仲放喺我心入边，甚至乎呢把刀仲要害多咗两个人。虽然我系冇杀到佢哋，但系佢哋的确系因为我而死。我唔需要为佢哋嘅死负上任何嘅刑事责任，但系我知道佢哋会同董应伟一样，成为我身上嘅疤痕，而且会一直一直缠绕住我。